中午呢，我们吃卡农鸡 ，which is 我的最爱。小弟在点菜。到了一间咖啡店，有点像是那种酸的感觉，它叫酸桃咖啡。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，这是表弟推荐，他说这个地方有很多麦泡。Menu， 然后这个酸桃 Americano， 第一个。预备奶。下面是麻泡椰子，然后这是 Americano， 上面有放两片。好了，再来麻泡饭再弄。They give a lot。帅呢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那麻泡 Americano。哦，上一支影片我喝了那个橘子咖啡，我也觉得很好喝，不会觉得就是啊好像有点不对，味道不对，这个很融入。这个椰子树也太低了吧！没有没有。没有听你。哎，我喜欢这里的树哎，矮矮的，还蛮可爱的。接下来我们会回饭店去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饭店，我们晚上住的饭店。我现在到姑姑的饭店了 ，One Nothing。他们目前才有三栋建筑物，我们昨天住在这一栋，这一栋有两间房间，这一栋房间是最大的，然后第一栋有三间房间。这个地方超好拍照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有点像是戏水池这样，他们有客人的时候才会用。姑姑家的饭店呢，他们整栋建筑都是用柚木做的，松鼠哎、欸。这边走进去会有植物，你不知道你们感觉是走在森林里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昨天住在这一栋，带大家上去看一下，因为他们这里的木头都很好，所以。Hey, are you sure? Because my wood is very very. 木头的房间里面非常的凉。它是有一点这种木头，然后有点太细的建筑。对，然后它会有一个沙发，有梳妆台，然后这里的阳台我觉得很酷哦，我觉得很闷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的部分，它就可以坐在这边乘凉，而且它的这个椅子啊，躺下去是那种很舒服的人体工学，所以这间房间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。会到达府来可以住他们家的饭店啦。那目前他们的房间就只有九间两人房，所以是928只能容量，目前只能容量18个人。如果你有想要来这边的话，就点进他们 Facebook 来询问。表弟他现在要跟他们实习生开会，等表弟开完会，他要带我们去吃午餐，然后刚好他带我们来到这一间咖啡店，我觉得也蛮适合开箱给大家看的，因为我没有想过达府有一间这样的咖啡店。这间店叫 The Escape Plan， 他们有四个 signature， 然后我点了其中一个，这一杯100，我觉得在曼谷的话一杯可能要180哦，荔枝加咖啡，然后咖啡的是它是那种 shot。有一点荔枝的 Syrup， 然后跟它那个 Soda 作为基底，然后跟咖啡这样子混在一起，好好喝。在江晚打的咖啡店让我很惊讶，就是他们的做的所有的咖啡啊，还有调味口味，我觉得都还蛮好喝的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们吃卡农鸡 ，which is 我的最爱。小弟在点菜，这就是卡农鸡，泰式连线，白了蛋，米浓皮，咖喱，呀，奶油，奶油，哎，你要麦片？好了，安尼咯，哎，安尼麦片，海鸭，安尼哦，安尼海鸭，麦片，嗯，啊，那个还有海椒啊。哦，海椒，这样好了，怎么？海椒是泰国人的最爱，不是捷克家族的最爱。
ครับปกติกินกับอะไรคะกินพวกน้ำยาจะกินกับพวกเนี้ยแต่ไม่จำเป็นต้องกิ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ใช่ครับไม่จำเป็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ราชอบแบบไหนก็ชอบแบบนั้นพี่โยกินแขกเก่งไหมคะเก่งครับผมลองกันนะครับบางคนก็ชอบบางคนก็ไม่ชอบแล้วแต่พี่โยขนาดไหน看龙筋是彩色的，超漂亮的，很难得哎。所以慢慢来，下来。好嘞，慢嘞。加好多花生哦。它那种筋很硬，要跟那个蔬菜一起吃。告别完表弟之后，我们又准备回曼谷了。在这回去的途中呢 ，Pio 说要带我们去买一些纪念品。我们到了最后一站，要买纪念品站。然后我们是在路边的这种小店里面。刚炸完。这是老板自己在旁边炸，这香蕉都是不同品种，老板说的，我分不太出来。然后这个是很像芒果，它是小芒果，叫马永琪，泰文叫做马永琪。这是什么阿来哈？桂凯。哦，桂凯，金东东麦东泡了，猜麦当。好，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这次旅行的战利品。没炸罗罗了。很夸张，哈哈哈哈哈！等等等，啊，等等等，看，啊，你看红不红啊？红嘛嘞，哎，这超好吃，姜丸的，都是姜嘞，真的蛮嘞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家，我们现在到了那空色王。这个地方呢，杰克说有产很多的抹吉，但他抹吉跟日本的抹吉不太一样哦，他这抹吉比较硬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看一下杰克会买什么，因为我也没有吃过，真的。啊？抹吉没有。啊，你看抹吉呢？哈？对。哦，有买什抹吉哦？对，我拿有俩抹吉，是阿来阿来阿来。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รวมไส้นี่คือมีตามนี้เลยเหรอ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จะไม่มีนะคะนะคะอ๋อไม่มีสีเขียวแล้วก็ตัวหวานฮัตตีนแล้วก็ทุเรียนไม่มี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ขอบคุณ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โมจิอินไทยแลนด์เสิร์ฟแป้งมีไส้อ๋อแข็งๆนิดหน่อย像绿豆沙吧我在想很饱三岁买完纪念品之后，我们就回曼谷吧。这次的达芙旅游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充实，而且非常好玩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达芙，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快乐回忆啦。喜欢这次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。另外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